哎呀，这个掉掉啊！啊，这个掉掉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喜。今天我们把这个茶饼给敲碎，等一下咱们寄出去了。这个非常的硬，你看，刚才我那个锤子都掉下来了。好像那不会。很硬啊，这个。是啥硬啊？就是我们之前炸回来那个茶饼啊，这个也叫茶菇，非常坚硬，所以说必须把它敲碎。 不然粉丝朋友买回去的话，在套房里面，特别是会影响那个邻居。然后把这个上面的倒轴给撕下。下来。哎呀，好硬啊！哇，手都烫到了，硬啊！ 你看这个就是一块啊，这一块的话大概就是5斤的重量，这个非常的坚硬，就是我们那个山茶油炸的那个茶饼嘛，也叫茶菇。这个的话，我拿去洗头啊，非常的好。像以前上了年纪的人，很怀念这种拿去洗头啊，因为洗了头嘛哈，像很多人不是有头皮屑啊、头痒啊，都是很好的这种。 这个就是要经常洗，洗了然后头发就乌黑亮丽的，非常好啊。这种闻起来非常的香，一股清香味，茶油的清香味。这种是纯天然的洗发水啊，呵呵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洗过哈？过两天我们也准备洗一下，因为这个刚炸出来不久，我们去年都没有留啊，今年准备留一点给自己洗了。它里面是这样子的哈。 像很多人不是会长白头发吗？哈，经常这个洗一洗也是可以预防的，但是白发不能洗成黑发哦，没有这个功能。好香啊！像这个啊，拿去洗果蔬啊、蔬菜啊，也是可以把那些蔬菜上的和果蔬上的那个农药成分嘛，给洗干净，所以说也非常不错哦。 还有去油渍、洗碗筷。你看，就是我们每次煮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一小块，就这一小块就够了，拿去煮水，非常简单。煮了就晾凉以后，变成温水的时候就可以洗了。 非常简单哦，这样子我们把它装进去，一个差不多就5斤，这个称好的哈。 像这样子就一份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边哈，我们继续忙了，把这个都要敲碎，很难弄啊，费时又费力，拜拜。